인주과시 인주과시 농쿨 돈다 농쿨 돈다 농쿨 돈다들 주린 주린 요컴했다다 너 능칸 요리다 요컴했다 남아다 농쿨 돈다 慢点，前方行李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都看好了，看好，别慌，慢点，别急，别急，慢慢的。西藏卡西卡，对了，哦，西藏卡。 小伙子，走了。小伙子，去什么地方啊？绣马公社。去工作呀。对。好地方。草原美，姑娘美。与世隔绝，有什么美的？坐上我的车，就不隔绝了。 师傅，我听说下了您的车，还要走很远的路，大概还有20里吧。司机同志，请你停车，进车。同志，下车，坐。我们草原不喜欢你，是。<笑> 请问这个草原是你家的吗？不是我家的，但是我们广大牧民不喜欢你。恐怕你只能代表你自己，你代表不了广大牧民吧？你不喜欢草原，那你就不要来草原。服从分配，你以为我想来啊？师傅，开车吧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张师傅，开车。坐下坐下。 就是新来的大学生王鹏。对，我巩木，公社主任。哦，哎，好主任。好，哎呀，得劲，得劲，上去走，走，走，跟我来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早就盼着你了。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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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다 됐다. 됐잖아.
这儿就是魏胜轩，啊，还有名胡医生，魏校来的，这个家伙嘛，这不又跑哪儿去了？朱的地方嘛，范英堆给你腾出了一间库房，就在后面，好着呢。胡官，胡官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啥事啊？吓我上去了，那不是又不是借鉴？哎呦，这一定是新来的万医生吧？ 胡医生，哦，万医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万鹏，胡光，哎呀，万医生，你能来真是太好了，我代表全公社的早读通报呀，感谢你呀！哎呀，你在干啥呢嘛？主任，昨天晚上熬到3点多了，我这胃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可得请假了。我要是再不去县里看病呀，恐怕我就得光荣了。你小子壮得像头牛，光荣啊，远着呢。 什么胡曼巴？你找胡医生啊？哦，你找胡医生啊？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是你？你也是曼巴啊？我是医生。那您就快快走一趟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不是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广大的牧民不欢迎我吗？哎呀，这段气上不来了，他快死了，你就救救他吧。什么？不是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这他活下不了了。别急，别急。 干嘛？你骑这匹马？骑马？这马老实。不是，我从来没骑过马呀。你男的，马上马背就快骑了。快，松绳就是跑。哎呀，你稍微慢一点儿。 你去摔摔试试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着急嘛。不行，那个老阿妈年纪大了，她来不了。我又不会骑马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老妈，你先起来。我来。你之前骑马带过人吗？嗯。
这样，你一会儿骑马带我走。你哪里不舒服？哎，安迪吐血了，他胸口不舒服。有外伤吗？没有。经常这样？哦，以前忍一忍就过去了，这次就严重了。杰哥，杰哥。奶奶说她快要死了。奶奶，你没事的，不会死的，放心吧。哎，杨静，明白个就说就那个子。他得了什么病？这里还有没有人得奶奶这种病？有，专门就是得这种病。还有河对面那个阿尼多吉就是这样吐死了。奶奶得的是肺包肿病。那是什么病啊？这是一种地方病，在草原地区非常的普遍。那他不会死吧？暂时不会。这个药，一次一片，一日三次，记得，是饭后吃。摔了不要紧，不摔马学不会的。上去，上去，再来！各位，快下去！好，慢慢跑，好，跑起来！哎，好得很！嘿，跳跳，哎。听话要听党的话，吃肉要吃羊肋巴，还动手啊！怎么了？有点山。嗨，来到咱们草原，就要学会吃手抓肉呢。来，喝点酒压一压。慢慢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！一来到草原，就救活了一个病人。马也骑好了，大城市人不一样了。主任，杨静老阿妈她得的是包虫病，我了解了一下，这种病在这个地区还非常普遍。包虫病？对，就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。首先是虫卵进入到动物的体内，通过动物的粪便，或者说是像这个生吃肉进入到人体，一旦进入以后，就会对人的脑部、肝部、肺部都有可能形成囊肿，对人体破坏非常大。那怎么治呢？目前最好的办法只有手术。手术？唉，你看咱们这条件。主任，一个叫杰布的小伙子跟我讲，说我不应该给墓主婆看病，说央金老阿妈是墓主婆。他瞎说着呢，央金老阿妈不是墓主婆，她也是穷苦人出身。我的出身就不太好，我的父亲是小业主。草原上没有小业主，只有满巴。
哦，好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干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家里还有我父亲和我姐姐。我姐姐早就结婚了，她比我大很多。我母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文鹏啊，你来草原有没有听说过草原香巴拉的传说？香巴拉的传说？啊，没听过。那可是天堂般的乐土啊，雪山、湖泊、草原、美丽的姑娘，和平、宁静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死亡。主任，那咱们这儿是不是就是香巴拉？哎，那不是一看就能找到的地方，得要用心去找。找到了，嘿，那可是幸福的很。主任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翻译？因为我出诊的话，下边藏民说话我根本就听不懂。行，我帮你找一个，包你满意。真的？哎，来来，吃肉，吃肉。文鹏，县里面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多吉老爹家辛苦你跑一趟啊。你放心吧。对了，多吉老爹家在哪里啊？哎呀，主任他们都知道，你问问主任。行，你赶紧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文鹏。哎，哎呦，主任。哎，主任，我还正要去找您呢。翻译给你找到了。真的？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德基卓嘎，你们认识？是你啊。别以为我愿意来的，主任求我的。哼，卓嘎的汉语讲得最好，有他帮你，以后工作方便多了。谢谢主任。阿天公公。哎，你忙。哎，卓嘎，靠近我 ，OK。阿天公公。哎哎，来了。你来的正巧，多吉老爹家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啊。你骑马了吗？没有。你赶紧回家骑马吧，咱们去一趟。哎，万鹏，你咋还没走啊？我在等德吉卓嘎。哎，卓嘎不早来了吗？我让他回家骑马，这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回来。哎呀，这可不可说了，这小姑娘家呀根本不守点儿。你说我自己去能找着吗？自己去也好找，你就一直往北走，过了河再走1公里就到了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再等等她吧。哎，万鹏，我这是跟县领导约好了，不然呀我就带你去了。没事，去忙你的吧。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这，哎，老公，哎，你到县医院帮我带点那个甲苯丙唑回来，治包虫病的药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啊。行，好，这。Thank you.
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！王文宝，王文宝，没咬到你吧？没事。快跟我走，多吉老爹不行了。不，你怎么会跑到我前面来的？哎呀，你走错路了！啊，快走，快走一步！ 半个小时到，多吉老爹他就很有可能有救。你不要那么去想嘛，这就是多吉老爹的命。下雨了，河水涨了，万万巴已经来了，多吉老爹家的娃们已经都很感激你了。唉，我真的是太笨了。 我竟然连路都找不着，但记住卡呢？他不是要带你来吗？我让他回家骑马，结果他一个多小时都没来。我后来实在等不了，我只好自己过来了。哎，这个女娃娃呀，她是在跟你作对。她家离离公社3个小时都回不来嘛。她住在杨金阿妈家，到杨金阿妈家那儿取马，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嘛。 嘿，这个娃娃呀！准，咱们公社还有没有别人会汉语的？有呢，很多，只是雕出来陪你的嘛，没用。馒头，再见，德茂西，再见，瓜蒸天，谢谢瓜蒸天。梅芳，你昨天怎么一个人跑了？ 我帮你吧。多吉老爹去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足足等了你2个小时，你干嘛呀你？你知不知道这2个小时对你救人有多重要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迷路吗？多吉老爹他就不会去世。你走吧，我这不需要你。 是有意的，你没告诉我，你最近病了。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要去玩，我会找你吗？对不起。哎呀！ 你让我找的那个赤脚医生训练班的人啊，找来了，那是前爸，彩啊，行话好着呢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学得好快嘛！你们两个，好好的跟万妈妈学呢。今后啊，你们就是草原的万爸了。同学们好，李队长，欢迎你们来到赤脚医生培训班。今天啊。 我们就算是正式开学了，那么在今天的课程中，卓哥，有事吗？阿公公公让我跟他们一起学习，请你问对对对。你也想当赤脚医生？对啊。对不起，我这里不收女学员。<笑>你不是不收女学员，你是不收我吧？阿公公公让我来的。行。 我们今天上课啊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，但是在开讲之前呢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：人为什么会生病呢？
你也难治想救你，那想你当我喝酒了。他说人不但会生病，还会死呢。啊，人是会生病，可为什么有的人会生这种病，而有的人却会生那种病呢？他说人的命是佛安排的，该病就得病，该死就得死，从来就是这样的。 对，每个人呢都会生病，也都会死亡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。可是，有一些病，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治好，以此来延长生命的。比如说，像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这种包虫病，这个病呢，在咱们这个地区啊是非常的普遍的。像咱们所熟悉的央金喇嘛，他就是因为不小心让虫卵进入到他的肺部，形成了囊肿，所以说。 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。但是这种病啊，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懂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，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师哥，师哥，前辈，前辈，去接布，周哥，干嘛呢？接布啊，那就是关大爷给接布，去哈接布。 接布，接布，接住我们门，我们在那边。接布，接布，接布，接住我们门，我们在那边。接布，接布，接布，接住我们门，我们在那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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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布，接住我们门，我们在那边
人家说这个送，等你开了吧，那么的，跟他讲，穷我也能行，才是跟你老公出事呢。怎么了，姐夫？你给我让着那么的。姐夫，我到哪就看你们个送，就送，送呀，送呀。 周哥，姐夫怎么了？陈荣，去城南，你再给我看病。血压多少？高压180。正常。 去李伯舅妹去。周啊，你跟奶奶讲，我也想转一下。哎呀，你快快进去了，自己走。来，你看我的，这么转。哦，这样。试一下。嗯。转这个心要沉，形要善。 阿姨，爷爷，阿雾，哥哥，阿季，姐姐，姑娘，阿梦。行啊你，再说句长的。好，记得按时吃药。阿门，滴得通过的。 回来了，老板爸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受不了，怎么了？受不了，哎，受不了，兄弟，受不了。他的娃娃，你又顶给了，肠子都出来了，还在哪儿呢？为什么你等着你呢？我们把直播了了。哎呀，坏了！昨天的事儿，今天才送来，这整整耽搁了一天，哎，早干嘛去了？他这个外露的场馆都已经变色了。哎呀！ 这咋办呢？血压多少？血压已经量不到了。哎，万鹏，这人命关天，咱跟主任商量商量吧，啊。
万总，万总，等弄了吗？弄了吗？弄了吗？等等等等。主任，这种情况赶紧往县医院送吧！啊，万鹏，来不及了。现在送的话，孩子他一定会死在路上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必须马上手术，在咱这儿手术。对，万鹏，你疯了吧？咱这儿哪具备做手术的条件呀？现在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人命关天，你我都担待不起呀！现在不是考虑你我担待的问题。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孩子？如果我们不尝试做一下的话，他现在连一点活的机会都没有。咱们是什么？咱们是医生，我们就是要救死扶伤，我们就是要治病救人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现在不是救不救的问题，是救得了救不了的问题。你想想，娃娃如果死在这儿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我来负责。你们不要吵了，救娃娃要紧的。万半爸，我和娃娃的家人们，相信你，你就做吧。 干不了，万鹏，我不行，我干不了了，我干不了了。你看我的手，我的手都流血了，我不行。老胡，你到隔壁去处理一下吧。周哥，你来当我的助手。 直接签，下步。哎，胡妈妈，你说，里边正做手术着呢。啊，你是手咋了？没关系，刚才啊做手术的时候不小心拉了个口，弄不好呀会感染的。 孩子已经没有危险了，大叔哥救命！叔爷救命！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。哎呀，妈妈快睁气！你别生气就行啊！妈妈，快睡吧！我不能，主任。那快回去休息，睡觉。妈妈快睁气！好好睡觉。妈妈快睡觉。哎呀。
外卖吧，。喇叭鸡。哎，南娃的阿爸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？南娃今天该拆线了吧？嗯。他今天拆了线，没有问题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个米用藏文怎么说？米呀、啊。嗯。叫鸡。鸡。不是鸡，是鸡。鸡对鸡鸡鸡，什么事儿？你俩这么高兴啊？老胡，哎呀，胡爸爸，小朱哥，那我走了。谢谢朱哥。这米是谁拿来的？解放军给的。哎，文鹏，哎，过来过来。怎么了？你离这姑娘远点儿。听哥的话没错，你是大城市里来的，医术又高明，日后呀肯定能回去。城市里啥样的姑娘没有啊？你要是在这儿找个婆娘，以后你都别想回去了。我知道。孟鹏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的商调函到了，明天一早我就走了。你明天就去县医院了？对啊，以后到城里啊找我玩来啊。好事，好事，好事！哎呀，只是你这一走啊，这整个秀马草原就只剩我一个外乡人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我到那边啊，先摸摸情况啊，想办法把你也调过去。铁打的草原，流水的外乡人嘛。你到了县里抽空帮我找一找有关包虫病的书，还有这一地区高发病的书，还有藏医藏药的书，你都帮我买上。哎呦，这事儿你都唠叨多少遍了，我都记住了。给，你这是干啥？拿着。哎呀，等我把书买上再给我不一样吗？谢谢。那我先拿着啊。嗯。哎，车来了，老婆。保重啊！保重。回去吧啊！走啊！别飞呢！得病了，得病了，得病了！咚咚咚咚咚咚。Hello, Jamaica。你呀。Chair talk。Men's talk 大 joke。Oh yeah。哎呀，忙吧，马上就去加个痛。挂针姐，挂针姐。加针姐。忙吧，痛痛。挂针姐，挂针姐。加痛，加痛。再见，再见，站，站。列车上吗？你这？是单中，单通上送的。他那个通上送。阿林英哥。这个。我没把记住呢。他那个通上送是个。救命了！他救命你没了吗？
主哥，你就去洗漱去。去厕所的。万曼曼，你醒了，你吓死人了！我这是在哪儿？在杰布家。你从马背上摔下来了，杰布救了你。杰布，曼曼。 真好听。 唱的是我们藏族古代传说中的一个大英雄。我知道，那个英雄的名字叫格萨尔。据说，他有巨大的神力，可以消除一切邪恶。要是大英雄去了大城市，那还是大英雄吗？好久都没有小男娃的消息了。 我们该去看看他了。好啊，那咱们改天去看看他吧。啊！跳！跳！跳！有大风，我们找个地方躲一下吧。离小男娃家还有多远？大概还有20里、30里的样子。好。 那咱们等风过去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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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子，黑子怎么了？黑子。 为什么要瞎跑？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喂的。那两个人喂的，还不如一个人喂的。我宁愿两个人一起喂的。滚！啊！我们会被冻死的。不会的，他们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 我们跟你死熬，看咱们谁熬得过谁。是。
卓哥，别睡，醒醒，别睡。你给我唱首歌吧。我唱不动了。就唱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长途车上，你唱的那首歌。我真的唱不动了。卓哥，唱不动也要唱，来，快，醒醒。唱得好，来，咱们再来一遍，我跟你一起唱。Он чё, сам был тогда чем? Не да не, вот что ты хотел мадину, молим.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针灸，啊，如果说我要是不自己亲自体会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针扎进去以后是什么效果呢？你们看啊，这儿有一张人体的穴位图。哎，叔哥，对，叔哥，姐夫去找工保主任了，说我妈妈出身不好，不让我妈妈再当妈妈了。叔哥，你去哪儿？找姐夫。别去。嘴长在他自己的脸上，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工保主任把他递回去了。你说话大喘气啊！好多。怎么了，姐夫？叫地下州干出这条证据，谁没说呢？不是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不是，都对这主干好，主干是我的。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。你要同对这主干好，我要跟你决斗！封信，我放在诊室了。
范范范，该你了。朱哥，县医院来信了，他们现在需要外科医生，是胡医生推荐了我。嗯，真香。你要走吗？对。 其实也不远，就是在县里，我没事还可以回来。熊一离开草原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哪是什么雄鹰啊，我就是只麻雀。万万吧。 有事跟你说，你说吧。外面说。朱哥，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讲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有问题要问你。问吧。 你希望我嫁给别的小伙子吗？杰布找我阿爸，向我求婚了。杰布，对，你希望我嫁给杰布吗？卓哥，你还小。我不小了。可是你在我的心里。 就是一个小姑娘。问你第二个问题：你愿意娶德基卓嘎做你的老婆吗？我问你呢。我没想过。给你3天想。 主任，来，您尝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菜，这能吃？能吃，你尝尝，这样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来，给我。 是吃肉，是吧？主任，您还记得我跟您第一次在这儿喝酒吗？嗯。当时您跟我说了一个关于草原香巴拉的传说。嗯。我其实一直在寻找。找不到。为什么？你迷路了。迷路了？你连爱情都不敢要，还找什么香巴拉？嘿。 主任，我不是不敢要爱情，可我是一个外乡人。外乡人咋了？咋了？在我们草原上，外乡人娶我们藏族姑娘有呢，真的有呢。嘿，德基卓嘎是我们油麻草原上。 最美的歌声花呀！您怎么知道是德基卓嘎？全公社的人谁都知道。家不错家的小德基卓嘎，喜我这了万万吧。草原上最美的花，也有开败的时候；最凶猛的雪豹，也有老的时候。 主任，县医院要调我去。我知道，我怎么了？不想扎根草原了？
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非常的喜欢这里。可是，伯儿，我们藏族有一首古老的诗，用手写在纸上的黑字，容易被水抹掉。藏匿在心头的爱情，却怎么也抹不掉。你呀，时间，今天已经第四天了。我，哎，同志，走不走了？走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快点儿。好。周哥，我，你走吧。周哥，周哥。就住这儿了啊！这张床啊，是内科王大夫的，前两天被借调到天水去了，估计是不回来了。啊，来喝点水。来，坐下，赶紧坐下。哎，你看啊，就等于你自己住一个屋，比你在下面住的仓库强多了吧？谢谢你。哎呀，咱哥俩，别客气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院有食堂，你要愿意吃食堂你就吃食堂，你要不愿意吃啊，你就下馆子去。反正你一个月有60多块钱工资呢嘛，一个人吃饱呀，全家不饿。我还得先回草原收拾一下东西。行啊，院长说了，你的借调函啊下个月才能到呢，这几天就算是给你放假了，你可以回家一趟看看。回家估计回不去了，因为只有几天的时间。时间有点紧。哦，对了，看看，这是你要让我给你买的书，我都给你买上了。太好了，没错吧？没错没错，谢谢。罗哥。你不疼吗？万门巴说了，针只有扎在自己的身上才有感觉。那就这个，你别在万门巴长，万门巴短。万门巴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你还是嫁给杰布做老婆吧。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他会对你很好的。我不喜欢他。别去，周哥，周哥。甘蔗，快来！可江总，看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学扎针呢。不疼吗？不疼。哎，卓嘎，阿坑公公把枪巴调到公社去了，你怎么不去呀？啊？没要我去。啊？我听说呀，是万曼巴要的枪巴。哎，一座雪山，你偏要将它融化，哼！江错，你能真冷是吧？等万满爸回来了，我要亲自跟他问清楚，为什么不叫我去啊？
我做助理，比强爸强多了。可他已经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？对呀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前天就回来了。周哥，周哥，你说你要什么？你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去给你摘一个。那你去摘啊。他不就是打针时来给咱们当蛮霸的吗？没啥稀罕的。我就稀罕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他能跟咱们一条心吗？咱们骨头的颜色可都是一样的，外面不算啥吗？好吧，我嫁给你。真的？产妇难产呢，快走，快上马走。就告诉，现在走，我还没看，送到警署，马上就那帮大人。年轻人，现在是大错，快走！他没死，他只是难产。走，快走！你要不让我救，他是真的没命了。阿哥，怎么了？阿姐，我们和麦哥去外面把阿姐说出去。是是是。他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周刚、强吧，抢救产妇，准备手术。不要。小麦克，小麦克，先行走了，先莫嘞，行了，走了，行了，走了，太大了，先行了，这个，先行了，你们把烟给我拿来，先走，妈，去叫，哎呀，滚他妈的，妈，去叫，啥时候什么转机？行了，行了，曹总啊，总经理，先走呀，先行了，先行了。周哥，饭做好了，进屋吧。你怎么了？
我真害怕，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得这种病。周哥，你不会的。咱们的医学越来越进步。等到你那个时候，你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周哥，你还没吃早饭呢。草原，那你就不要了。草原，等等，行啊你。再说句长的，他说人不但会生病，还会死呢。不是，我快点。等等，你先上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为了。孙悟空，让他走吧，没关系的。太阳照常会升起来的，我这就去找姐夫，你们马上结婚。我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反正我不嫁。那你嫁给谁啊？谁也不嫁。你疯了？为了王鹏，老是不听阿妈的话。好，一会儿姐夫来了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走。放下枪！周哥，我是万鹏。你没走？我不走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爱你，我要日日夜夜和你在一起。上了车我才知道，我根本走不了。人不能不要心，我的心跟你在一起。我的心早就在你这里了。朱哥，只要天上还有星星，我万鹏对你的爱就不会消失。打到这儿了，哎，好，放枪，放枪，来来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哎，哎，打杆子，好。他缺什么？哎，忙多个，忙多个，忙多个，挂着气，挂着气。万爸爸的家不在这里，狐狸妈要好好的办。日后啊，人家亲属来了，不会怪罪我们。就是我的母亲，多么扎心了。宝宝出家了，开心的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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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姐姐给咱们来信了，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祝我们新婚快乐。爸爸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他说等他身体好了以后啊，就到草原来看我们。那太好了，爸爸要是来到草原，我一定让他吃到草原上最好吃的东西。你看，这是姐姐、姐夫，这是我外甥。 你的外甥这么大了？是啊，姐姐比我大很多。姐姐真漂亮。你看这张，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杭州西湖。你长大的地方。对啊。真漂亮，跟草原一样美。我以后一定会带你去的。 妹子，这是今天大米使，你仔细吃了吗？是我们家万万巴吃的。来了，来了。他是杭州人，喜欢吃大米。来了，冻香。哎，好，你慢走。辛苦了。哎，这是你们家的。哎，周嘎，周嘎，这是一封你们家的信，快看看。又来换大米来了。杭州来的。是啊，周嘎，你说你还费这劲干啥呀？王章江瑶四人帮都被打倒了。 这回你们家万鹏肯定也待不了几天了，你可以跟着他进大城市了，啥没有啊，是吧？哎，那你真是杭州人吗？啊，杭州来的大学生。不过这回啊，就等着吃苦吧。这啥苦的呢？这，你还不知道吧？ 今后知识分子起码吃得香呢，哪会大城市呢？回杭州呢？那你也不想想，回不回杭州跟他有啥关系啊？他一个藏族女人，他能跟着去啊？这男人都走了，剩下他一个人拉着个娃，往后日子好过啊？
孩子都睡了。你有一封信。哪儿来的？杭州家里。已经拆开看了。太晚了，别缝了，睡吧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高兴呢？你姐姐和姐夫约你回去呢。就因为这个事情啊？傻瓜，我有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这么好的儿子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看你，我都回来了，你连个表示都没有。别疯了，来，睡觉。我又怀上了。真的？你还满班呢，才一个多月，哪能听得见呀？主任，进来吧。哦，哎呀，爸爸，哎，快来跟我走吧。那个杰布啊，让熊给伤了。杰布啊，他伤哪儿了？这严不严重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财让告诉我的。财让，他让财让干吗？财让不敢了，你们就快去吧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啊，在杰布家。主任，帮我们看一下孩子。哎呀，去吧，去吧。你好好睡觉。哎，好，明天去一下。去，睡觉。杰布，俺杰布，秋人别送外面把吃冻着。阿妈，大兄弟是你外面把弄个馒头。他得去周家冻得个。今年先把这个干了，想那么啥个？你是你的，都去就干活的那个嘛的。就俺吃这个干这个过呢。他们从过那啥时候过来呢？阿林勇子。哦，阿林勇子。我要把东东，阿拉把去得了。我马跳。马叔，我马跳。东克得了那呀，杰布。我腾克个步子个，就想跟这个娘子不过，没说，就是这么回事呢。杰布，你的腿伤现在很严重，必须得马上治疗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你给我滚！让杰布，滚！这是要滚？就你说的嘛？外面把脚打给我的，脚怎么是个磕个见面了，吃这个要滚呢？我能干嘛去？我能干没干说出？慢就行。阿妈，这个是消炎药，你一会儿赶紧给杰布吃一粒。阿林英子，你能不能去杰布地带的路？呀！杰布，你不让我们看可以，但是你必须马上到医院去治疗，否则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。阿林英子，这医那么大，杰布面孔都懂啊。呀！他那今天俺是下来送过门。哎呀，挂着去。我们走吧。万鹏，主任。哎呀，万鹏，你治疗包虫病的文章发表了。哎呀，好得很嘛。哎呀，万鹏啊，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一个。哈哈哈哈。来，明白。爸爸，哎呦，阿妈，求求你，快救救我大儿子杰布吧，他快死了。杰布他还没有去医院。我说什么呢？出事了吗？他真的快不行了呀！你别急，我马上就去。冲，快点，冲！
去，什么去？小芳，海洋，小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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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
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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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打过麻药。血压多少？80到54。脉搏？120。呼吸，大概16次。他失血太多了，需要马上输血才行。输血？对。那得要去县医院啊。来不及了。他什么血型？刚验的了 O 型。我是 O 型。抽我的血。啊？王鹏，你还要做手术呢？是啊。没事，救人要紧，你给他补液。过来。杰布啊，就是个混球嘛！上次万鹏得急诊去给他看，就是不让。要是看了，那有今天的事吗？饿了饿了。哎，咱们秀马草原有了完满吧，那是大家的福分嘛。这要是走了，也不知道强巴这小子能不能顶得上呢。万满巴要走？对，国家政策了。来，没事儿，来吧。啊，就咋动弹呢？外卖外卖的，我的妈的！杰布，杰布，阿妈，救命！给我阿妈，阿妈把救上血的人。你身上流的是万曼巴的血，没有万曼巴死了，要跟救。万曼巴有个挣钱的人。Thank you.
主任来了，主任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来。哎呀，回来挺白嘛。哎呀，挺好。快坐，快坐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请坐呀。哎呀呀，怎么了？哦呀，哎呀，哎，你姐姐的电报说病危啊，让你回去。 你也不要着急，爸，也许是老人家吧，这些年没见了，想了，让你回去，啊。好，我收拾一下，马上回去。哎呀呀呀，周哥，你帮我收拾一下。周哥，你哭什么？咱爸是不会死的。我看到你们二人打滚。 王曼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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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
这个事情吧，我做主了。我们吧，大家的心说好了，东西嘛带不走了，他要转四五次的车才能到家的。我们把东西嘛放到他们家，让江村这个老家伙嘛慢慢的给他寄去。老李，不要不要，哎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听我的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管真气，管真气，姐。 正是返程的时候，各个单位都在要人。错过这班车，下班车是什么时候，就不晓得了。那就不敢了。瞎讲！你才30多岁，人生的路还很长，不能就窝在那里。那卓嘎和桑巴。 可以带回来的呀，姐，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。可是，草原上真的有很多人需要我，我要是一回来，他们连最基本的健康都不能保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给我讲那些没有用的呀。你比如说。 阑尾炎在咱们大都市算是一个小手术吧，可是，在草原上那是会死人的。被野兽咬一口，那也是会死人的。
生孩子，那就更别说了，死亡率非常高。可那个地方真的太苦了呀。是，姐，刚去的时候确实很苦，可是这些年我已经完全融入进去了。那里有我很多的朋友，那些乡亲们，他们也真的很需要我。那姐姐也真的好想你回来呀，你让他们母子来这里又有什么不好啊？叫舅妹克呀。